是一个特别的活动啊，就是生源基金会他们孝顺的子女就是要捐赠两台高性能的机车啊，让我们能够到比较乡间小道或者是巷内啊汽车到不了的地方，他们能够呢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是居家访视医疗的专用车啊，所以今天的活动很感很热闹，主要是一个呼吸的爱，然后就父母子女的爱，后来为了纪念爸爸妈妈成立的生源基金会，取父母最后一个的名字洪万生先生跟陈秀的女士啊，那今天的车子的命名刚好有一台是万生号，一台是秀莲号。虽然爸爸妈妈已经走了，可是他们父母这么慈悲为怀啊，让他们的爱好像夫妻还一同走在那个小巷子里面，在那个乡间的小道啊，能够一起去额外探视一些的困难的人，送爱心，送暖送医疗的服务到那个很偏乡的地方，因为确实有很多在偏乡的人他连出来都不方便，那也没有车子来做接送，就变成我们人就要那人去呢，车子到不了，就必须要有的这个借着机车，那么能够呢就是到达他们所居住的陋巷里面，所以这是爱啊，能够更加的深入。所以今天的这个捐赠是蛮有意义的，虽然过去他们也捐赠很多的钢琴轮椅，很多的医疗急难救助基金等等，但是今天的这个两部的机车呢所带来的一个意义，就是让你们的行动能够更深入，能够到更深入的这个地方去，所以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今天的意义这个活动是蛮有意义的，谢谢。Thank you.
慈悲的心怀，成立了慈善基金会，帮助社会上孤苦无依的人继续完成夫人秀莲的心愿。这个基金会是用她的丈夫万生与其子女共同的努力之下，各以其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命名为生莲慈善公益基金会。下面让我们欣赏一段喜欢欣赏景物曲，我们看。哎，发生什么事情了？哎呀，老婆，老婆，你怎么了？老婆，啊，不舒服，来来来，我扶你起来。来为您了，你们坐会歇会来看看我们这个李明吧。
啊，我们走了半个小时的路程才来到这里，幸亏我们陈医师愿意这样子花那么大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走到这里来跟帮忙病人诊疗。啊，真是谢谢你了，来，贝贝，医师来看你了。哦，咱们医院的医师啊。哦，你好，我是高雄老总，台南分院的陈医师。谢谢啊。你不是就上次昏倒在门口的那位贝贝吗？对，回来有事。对了，哇，都没办法出去啊。哦，好，那我再帮你看一下哦。来，你手脚动一动，我看看。哦，比较没有力气哦。最近胃口怎么样呢？胃口不好，太累，吃不下饭了，没人帮我买便当啊。啊，这个哈，我们就是高龄的时候很常见的哈，胃口差。营养不良，然后又没有力气，肌肉就是越来越缺乏，这样子叫做衰，我们的统称叫做衰弱症，那没有关系，我们就多补充一点营养，多活动，就会越来越有力气咯。那我们也代表医院，来赠送你一罐营养品，让你多补充一点哦。哦，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医生，感谢，好好说啊。啊，感谢你们病院的院长啊，你都别感谢你啊！哦，我这不会讲中你啊，拜托你啊！哦，感谢啦！哎，你要多注重一下营养，多吃一点啊！哎呀哎呀，哦，我要当宝贝了哦！呀，医生啊，护理师啊，刚刚看你们走得满头大汗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知道一个叫做“财团法人真言慈善”。公益基金会，这个公益基金会啊，为我们做了好多慈善事业、公益事业。我相信啊，医生啊，你可以跟我们院长报告看，咱们联系一下看，是不是可以捐赠我们两个代步的机车，像你们到偏乡小乡来，就会来提供我们医疗服务了。您说可以吗？谢谢李长给我们这个资讯，然后介绍我们这个社会资源，我回去一定马上报告我们的院长。是是是是是。生源慈善公益基金会一听到高雄台南分院需要机车从事社区居家医疗服务的时候，他们便慷慨解囊，一口允诺，同意捐赠我们医院最新最顶级的高级机车两部。高雄罗总台南分院为感谢生源基金会的善行义举，特将这两部机车命名为秀莲号、万生号。我自己讲的都掉眼泪了，为什么刚刚咱台南的乡亲啊，现在各位伯伯叔叔阿姨，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一个彰显一个恩爱的夫妻孝敬楷模的子女，那么他们的善行是一代传承一代的，那看着医院的需要，那么有这两部的车子哦，非常感动啊。那为什么这是叫秀莲号跟万生号？就是我们孝顺的子女啊，我们今天请他们的女儿做代表来，这个我们的孝顺的子女，秀莲号生号的子女，那也是基金会的这个是的董事执行长啊，请他来，可以。还有我的秘书长，那个唐秘书长，请帮同志。那后面的请，我们这个马卡西的总教练好，现在在这里了。全台湾马卡西的好师辈的第一组，他做的相当不错，常常过来这里帮我们谈这个请。这个请是非常贵重的请，也是生源基金会，还有很多看得见看不见的医疗的需要。那么我们的生源基金会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们在各个医院各个地方有需要的，他们就很好的捐赠。那在这个车子来的时候，有很多人跟我请求说，可不可以他们的夫妻两个人结婚十周年、二十周年、三十周年、四十周年，可不可以来这边车子旁边呢、啊、
一起来照个相。那么第二好像把这个车子当作是一个幸运 的标示，这个代表的祝福，让夫妻关系长长久久，而且世世代代。所以他们愿意就站在这个车子的旁边一起来拍一个婚纱照。所以我们这个是做很多功德，各位我们同仁假如有人要来借这个车子来拍个照，很欢迎。但这个车子他们要跑哪里？跑到那个车子汽车到不了的地方的小巷子，还有残花楼田埂的这个当中走路啊，非常走很远，车子没办法到的，他们都能到。而且这个当时捐赠者哦，陶经理和那个我们的基金会的总干事，特别说哎，这个车子性能一定要比较新的，所以找的这个是从这个观鸟啊这样子过来，目前性能是比较好的。转弯、爬坡、光明都非常棒，让我们的医生、护士、我们的营养师、社工师、药剂师各种需要的人，那么他用这车子的时候，既安全又可以快速的抵达到需要的人的家里，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哈。那么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捐赠的仪式，我们一起为我们的生免基金会啊，我们这样的慈善一起。假如我们觉得这是很好的意义，我们一起来鼓掌，欢迎一下，欢迎一下，谢谢谢谢。这个希望这个爱能传承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希望这个的福气啊传承到每一个人身上，也因为他们的家族越捐赠赚钱就越多，国内国外他们的事业就越扩展，跟他们的孝心跟他们的善心一样的不断不断的扩展，所以这是一个很好我们台湾的社会需要的一个楷模，真的很需要。各位，这个我们的记者女士先生啊，真的这是一个台湾最需要的，我们要被报道出来，很需要的。我们可以爱的传承，好，从夫妻的爱、子女、父母的爱啊、子女的爱啊，那这个不断的传承啊，福气呢会世世代代，而且呢。越做就越广，福气会生出更多的福气，爱会长出更多的爱出来。谢谢，谢谢大家。今天是非常高兴的日子，让我们想起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成立了生免慈善公益基金会。那就如同刚刚的介绍，生免它的来源，名字的来源就是生。洪万生的生，我妈妈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莲，洪陈秀莲的莲，我妈妈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那生命基金会的创立，主要是包括有关于这个老人送餐的这个服务，还有各项急难救助，以及各个医院有这个贫困没有办法付医药费，或者是诊疗费用，或者是。生活费用的这些民众们，通过这个医院的平台，可以来跟生年基金会申请这个补助。那就如同刚刚的行动圈一样，把那个生年基金会对社会的关怀能够传播出去。那今天非常的高兴，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捐赠两台光阳的机车给台南的龙总分院。非常谢谢王志龙院长的盛情，他把这两台机车分别命名为万生号，还有秀莲号，把这一份爱，包括龙总台南分院对每一个民众的这个关心，还有我们生命基金会对这些民众的这个关怀跟爱，透过这些机车。由这个护理人员能够安全的驾驶，把这份爱，还有这个医疗的服务带到偏乡，还有每一个需要的这些民众的手中。那今天非常高兴，也很荣幸，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捐赠机车。希望说以后还有这个机会，能够为台南的地区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非常谢谢大家，谢谢。院长代表受赠。
业绩就拍下来，很谦卑。他退休以后还回来当兵志工了。那这两位的主持人呢，也是将军将军夫人，他愿意的帮忙非常大，谢谢。我们恭喜一下。
有要来上面一起大赛的欢迎，还有我们大合唱。